我是小孩子讲老师蕾蕾，现在我们在台湾戏剧馆。嘿，刚吃饱饭，突然下大雨了。那这草看起来没有很漂亮，妹妹好可怜哦。有没有要跟爸爸一起的？好，爸爸跟着合体好了。倒过来。这雨怎么越下越大？我们去前面那个亭子底下休息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过来跟爸爸，爸爸都淋湿了，因为你不能淋湿啊。你如果淋湿就变淋湿湖了，淋湿湖水怪。真。我们走妹妹后面，走妹妹看后面。超车，超车，超车。恶意逼车，这有没有开啊？我头湿掉了。哎呦，这边怎么有匹马？那人套上去就变那个骑马了，对不对？人，然后就变那个骑马了。贵妇啊，自己在中间哈，我们要进去。我不要喜欢这个老杯少。小嘞，蛤蟆舞，蛤蟆舞，蚌壳舞。蚌壳舞。你看，要不要蚌壳舞？那也是非要蚌壳舞，没有，真的只有那个船而已。咚。是铜锣，咚咚。哎呀，看这只，这是猴子吗？猪吧，皮做的。孙悟空啊，这今天是孙悟空吧？待会今天就我们这一组生意，好吧？今天我负责出钱，整管帮我包下，好不好，小虎？以前小时候，爸爸看布袋戏就是这样看的，知道？在那个庙那边会有布袋戏，下面是歌仔戏，这边是布袋戏。你们两个没有看过布袋戏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妈，这吊绳子的叫什么？线吗？我也忘记了。这里啊，傀儡啊。哦，傀儡了，傀儡戏。妈妈操，妈妈也操纵一次，你看。走啥？变啥？左脚，右脚。不知道，我知道。这左手，这边右手，这边。对，来左手、右手，抬脚，抬脚，跳舞，转圈圈，对。线缠住了，这就是布袋戏，来，这里，这就是布袋戏。他们头没有很大，那个包公，包青天的，快点，包青天，我们看到。他头上的月亮，那就是包青天的妹妹，你的包青天啊，有没有？这边有只老虎哦。唐三藏，唐三藏的时候，他头上有一个。我记得这是一个牛魔王。牛肉面。先看到这里。Hello， 小虎你好。操作。妹妹要不要拉一根？按摩，按摩。这是什么动作？他头不能动。这是什么动作啊？来，妹妹来一个给你。你好，爬墙，擦窗户。来，手放下，手放下，妹妹手放下。举手打右啊，这是右边没错。猴子。孙悟空的同伴，对吧？歌仔戏你们有看过吗？为什么是月亮？小时候，然后她是女的，她都演男生哦。
你看到漂亮衣服你就喜欢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妹妹这好可爱啊！对啊，可爱哈。妹妹穿这件好可爱。哦，妹妹真可爱。妹妹，我们找个灯光帮你拍照，来，站这里。来喽，三、二，可爱一点哦，好。小猴，你这个，这是丫鬟的，对不对？爸爸来三、二、一，对对对对对。妈妈，你演一段歌仔戏给小猴看一下。对，小猴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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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来。妈妈。对对对。来，贵妃醉酒。歌仔戏怎么样？我心跳。爸爸，你也可以去租啊！爸爸，你也可以去租。快点，交换你。一样一样，让你自己演。那你自己，贵妃，猴子最佳的。来，中间点，中间点，对，中间点，中间点，好来。然后嘞，猕猴时想睡觉。猕猴时睡觉。咚咚锵啊，咚咚锵啊，咚咚锵锵锵锵，锵哈，咚咚锵啊，锵锵，五行拳，嘿，就，七八八，踢勾破来，嘿哦，咚咚锵啊，咚咚锵啊，咚咚啊，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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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锵，锵锵，嘿，你还要穿吗？还要。陪我陪我演陪我演。我演我演我演好好，那我也要一套。你拿给爸爸自己买一个腰带，好不好？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